这个笑话是这样子：有一个人，他患有口急的毛病，口急的毛病。他在沙漠里面快要饿死了。突然之间呢，他的脚踢到那个神灯，啊，踢到神灯了。 结果神灯里面的主人就出现，以前叫做金女啊。那神灯的主人就讲：“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，那你就赶快说吧。”啊，这个人回答：“我，因为他口急嘛。” 我我我我要要要老老老伯，<laughs> 神灯啊，立刻就变出一个美女给他，然后不屑地说：“已经都快饿死了，还那么贪色。” 实在可悲呀、啊！说完这个神灯啊的主人就消失了。这个人回，这个人呢说：“我我我我要要要要老婆婆婆饼。” 啊，这个笑话也有一个启示，其实是很简单。我们每一次、啊、这个听话，或者讲话，或者听法，我们必须要很完整、完整、完整的听法。 你看，我们修行不能够断章取义啊,啊！先修先修思量道，再修家行道啊，最后再来呢是见道，见道。 再来才是修修道，最后呢，就变成就近道，得到了就近，从基础开始一直到就近道。那我们在密教里面呢，要先释家行，啊，上师相应。 然后呢，修本尊法，再来修内法，在无上密，在最后是大圆满。那么，也就是一个关节一个关节，你不能只听了无上密。 你就修无上命。这笑话的意思说，学法也要有次第，先升起次第，最后再圆满次第，不能够跳级。除非啊，你上辈子有修。 你上辈子也有修行，你是立根器，立根器就是你的根器非常的立，才能够有大的成就。一般人只能够按照次第去修行，而不能断章取义。 不能够这样子的，啊、oh.。